呢度系我同个神秘女仔见面嘅地方。每日我都会嚟呢个地方等佢翻嚟。佢叫阿 Yan， 佢话佢系未来你。开始嘅时候我都唔信，但系你做咩啊？唔关你事啊，走啦。想自杀啊？都话咗唔关你事咯，走啦。但把刀咁细，所以我咪割咗脉，然之后跳落去咯。但个湖好浅喎，所以我咪割脉啦。但把刀咁细，咁你想我点啊？不如咁啦，用我呢把大啲噶。咁啊唔使，帮你。小姐你冷静啲，冷静啲，冷静啲。你唔系想自杀嘅咩？失恋啫嘛，唔使自杀噶。你点知噶？我咩唔知？你小学嘅时候中意牛妹，中学嘅时候中意阿丽 ，college 嘅时候中意阿雪，大学嘅时候中意阿文，全部都俾人哋撇嘅。你究竟系边个？我系呢度帮你噶。咩啊？你唔信我啊？信你未来你噶嘛？啊，小姐我走先啦。喂，我真系未来翻你度帮你噶。小姐，我觉得你应该翻去你嘅未来，同埋记得食药 ，OK？ 冇小姐我系阿 Yan。 嗱，如果你唔信我嘅话，我依家话俾你听，听日会发生嘅一件事。咁劲，话俾我听下。听日你会攞到你嘅成绩。小姐，你去我学校嗰度问人都知道我听日攞成绩啦，系咪啊？十一点四十五分，你会攞到你嘅成绩，仲有你嘅成绩系 D 啊 ！D， 小姐你串我啊，我样似攞 D 咩？呢个系事实，三十五分唔系 D 咩？如果你估错咗点样？如果我估错嘅话，我劈个头落嚟俾你坐。咁啊唔使。咩唔使？你唔信我啊嘛？嗱，刀都已经准备好啦。OK， 我哋睇下听日点啊！如果我估啱嘅，你以后要听我话。好，听日见。哇，真系晒晒，咁靓女，但系 short 噶。你点知噶？我都同你讲咯，我未来嚟噶，我咩都知道晒噶。小姐，唔好玩我啦，你究竟系边个啊？你仲唔信我啊？好，十分钟之后有一只龟将会喺度经过。咩啊？龟？呢度？好，我就陪你等。小姐，仲有十秒就到时间噶啦，我一个龟都睇唔到，冇可能噶。
呢，佢咪龟咯。吓？佢叫我乜话？大佬，佢嗌你做龟话。都同你讲啦，咁大只龟睇唔到咩？你讲下笑啫，乜我哋用似讲笑咩？似唔似讲笑啊？唔似唔似。其实咧，条女黐孖筋噶。吓？喂，时间到啦，我要走啦，听日见啦，拜拜。啊，大佬。对唔住啊，对唔住啊，等我解释。头先咧个女仔系咪就话会有龟经过？咁啱你哋又经过，咁啱佢又着住龟 T 恤，所以佢咪讲你哋龟咯？唔系我啊，哥哥仔，我就俾你一条路赔钱，但系我冇乜钱噶，冇钱。咁哦。哦、oh, ，so nice 哦，哦，你冇事啊嘛？冇事，我寻日俾班古惑仔拎晒啲钱啦，都系因为你啦。但系我冇估错啊，真系只龟啊！小姐够啦，你嗰啲时空时光倒流未来，全部都系冇可能噶。嗱，你就错啦！人唔可以冇幻想同梦想，科学嘅嚟源就系幻想同梦想。如果冇咗幻想同梦想，人就唔会有电话，冇 internet， 我哋就唔会有飞机，唔会有火箭，我哋就飞唔到去月球，咁我哋就冇月饼食噶。吓？嗱，小姐，如果我信你真系未来嚟嘅话，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今晚开咩字啊？我？应该仲有时间买字嘅，唔得。做咩唔得啊？中咗字发一达有咩问题啊？你会变另外一个人噶。咁你想我变咩人啊？你又想变咩人啊？如果你就唔改变，你永远都系而家咁嘅样噶。如果你想改变，由今日开始，你写低所有发生喺你身上嘅事啊。咩啊？写低。真系写？而家写啊！望住佢嘅笑容，听佢讲好多好多未来嘅事，慢慢我就好自然越写越多。透过同佢相处，我发觉原来未来系想象之外嘅事。透过我嘅文字，我发觉。原来想象是可以创造未来。喂，话是话，可唔可以带领我去未来夹一夹啊？唔得，个机器只可以带我哋翻到以前，因为以前已经发生咗，所以机器有以前嗰啲资料嘛。但未来未发生，未来系一片空白，所以机器系带唔到我哋去未来噶。你明吗？明嘅。喂，我仲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我将来会唔会变机啊？咁就要靠你自己啦。慢慢我就习惯佢嘅存在，佢嘅陪伴。我感觉我哋见面嘅时间越嚟越少，唔知道系咪因为我唔舍得。他又够时间回去未来了，今次我想送他离开。不得，时光转变的时候发出来的辐射太强了，会将你化成灰的。哇，这么危险的，那我不送了，拜拜。
咁早嘅今日，嗱，攞份稿。你真系信我未来嚟噶？信。你唔惊我傻嘅咩？梗系唔惊啦。你有冇事啊？Jo 啊，穿越时空会影响我身体嘅细胞，以后我唔会再翻嚟啦。你唔系话你要嚟帮我嘅咩？呢份稿，如果你俾心机改嘅话，有一日一定会好成功。你都未读，你又点知会成功啊？我系未来嚟噶嘛，你嘅小说我都读过晒噶啦。但系男女主角分咗手，点解你俾佢哋见翻面呢？你唔中意咁嘅结局咩？我唔中意一般嘅结局。我要走啦。我送你啊。唔得，你唔记得咩？你会化成灰噶。哦，系啊，我忘记咗。咁我唔送啦。我哋听日见。那一次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。从那天开始，我每天都会在这个地方等他。我想跟他说，我喜欢他。曾经以为同佢坦白我嘅感情，会令我失去同佢见面嘅机会。而家我越嚟越清楚，佢唔会再翻嚟。带住呢一种遗憾，我先明白原来我自己嘅未来。和創作是要由我獨自編排，因為他說過未來是未發生，所以未來是一片空白。你編稿真係唔錯，不過個結局要咁啊？嗯。嗱，你第一次出長篇小說，我有義務提醒你啊！好多讀者唔中意咁嘅結局，尤其是男女主角分開。我知道，但係個女仔話佢唔中意一半嘅結局。介唔介意俾我知道？那個女仔是誰？其實我也不知道，她說她是未來來的。最後從前那天之後，我都沒有再見過她。這把學生仔，想事真是古靈精怪。好了，你是作者，我尊重你的意思。不好意思，我聽個電話先。
放好。得。人，你认错人啦！你唔系阿欣？唔系，我哋系咪见过？系。喺边度啊？喺另外一个时空。小姐，你信唔信时光倒流？